影迷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凯，又到了一年好几度的送温暖时间啊！现在是秋高气爽的季节，很适合出外旅游。那如果要出外旅行的朋友呢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；宅在家里的朋友呢，也要多出去走一走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对自己的身体也有好处。虽然是到了贴秋膘的日子，但是也切忌暴饮暴食。最后呢，祝大家小长假快乐！